接下来我们来到 Aston Martin 的摊位啊，那 Aston Martin 这一次呢有参展非常多台车啊，有 Vanquish 的 Carbon Edition， 还有 Rapid S， 还有 DB9 GT 的庞德版本，好，还有 V8 Vantage N430 等等。那在我身边这一部呢是超级酷的 GT12。这部车是什么样的呢？它是一个全球限量100台的客制化，当然每一台Aston Martin 都是客制化的，那这部非常的难得，全台湾，全世界限量100台，我们在台北车展竟然看得到，600匹马力，0到100不到4秒，这很正常，而且这部车就是活生生的这个街道版的赛车。好，那我们一定要来看一下 Bond， James Bond， 庞德电影里面呢，Aston Martin 的 DB9曾经出现过，那最近一次的那个电影是 DB10， 但是那个不是真正的这个试售版，那 DB9 的这部真的是在这个庞德的电影里面007系列里面出现过，好像不止一次吧，忘了。总而言之呢，这部是 GT Bond Edition， 它是有一个等于是最新的衍生版本，那虽然是 DB9 已经有点点时间了，可是我们可以看到它把这个新的元素啊，譬如说这种 LED 灯啊、头灯啊，然后在各种强化的这种套件都加上去，所以来车展这个看 Aston Martin 呢，一定要来研究一下这部庞德版本哦。